猫咪大作战太空冒险是一款运动类游戏，玩家们身处于设备受损的飞船上，需要帮助猫咪伙伴收集工具修复飞船。飞船上可以容纳六人同时参与，玩家在飞船内通过移动至地面工具处来收集各种工具，然后再移动至闸门处提交工具，协助猫咪修复飞船。在修复飞船的间隙，要注意躲避脚下电流的攻击。玩家上场后需要移动至地面游戏区，然后举手进入准备状态。所有玩家准备完毕后，游戏进入开始倒计时。游戏开始后，地面会随机出现工具，玩家需要快速移动至对应位置将其收集，再移动至地面闸门处提交收集的工具。提交完成后，设备通电测试，玩家需要离开红色警告的区域来躲避电流的攻击。连续完成工具收集和躲避电流后，将会获得游戏的胜利。收集的工具数量越多，积分越高，排名也就越高。